哦，没事，我听得清，这个声音可以，小姨。你现在正在拍戏间隙对吧？都听到。哦，天哪！我跟你讲，今天打给你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一个很艰巨的任务，就是每个人要找一个自己的老友去介绍他。我就想到你了，因为你是我的挚友，加上亲戚，你介绍我最合适。来，我在听呢。来，我跟火火呢，就是典型的北京男孩。嗯，说话直，然后有点毒舌。我没有，就有点欠。哦，你还没有说更重要的。你还是挺好看的。怎么那么为难呀，小姨？这夸有点不好意思。好吧，那你好好忙你的。好嘞。然后不要。祝你拍摄顺利哦。好，不要太照顾好人家哦。不要太想我。好的。你觉得哪套最好看？我都喜欢，哪套都喜欢。你喜欢衣服还是喜欢我？嗯，我喜欢大舅。